嗨，伙伴们好，无动说跑步，打造坚强核心的天龙八部。一个优秀的跑者和一个入门跑者，他最大的差别就是远远的跑过来，你看，精英跑者他是一个整体，而业余跑者、入门跑者则像各个零件拼凑起来的一样。区别在什么地方？在于这个核心，它是一个连接各个部件的核心肌肉群体，要让它变得更强大，天龙八部扭转式。蜘蛛式。自行车。升降式。好的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往下做，你把它做全了，你的肌群也就更强大了。